女人向你求爱的六个信号。一，女人没事会联系你，有事更会联系你，无非是想听到你讲话的声音。每当你给她发信息，通常她会思想想后再回复你，主要是她太在意你了，因此担心回错，哪怕一个字，务必要字斟句酌。二，女人非常乐意为你效劳，哪怕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也会全力以赴。或许在女人内心，你的事情比自己的事情还要紧急和重要，特别是你有头疼脑热，女人会对你嘘寒问暖，直到你康复为止。三，女人会对你越发感兴趣，总之有关你的一切都想心知肚明，进而她会向你问东问西，以至于你的家庭状况也在她提问的范围之内。四，女人会看重你们的每一次见面，以至于她会经常迟到，总之不费时费力精心打扮一番绝不会出门。五，女人会在意你的每一个小细节，以至于你的无心一句话也会令她有意多想。六，女人会用含蓄的语言和动作无声叙说自己对你的爱意，只要你留心观察，就会发现女人的一颦一笑都会透露出柔情蜜意。